Gần ya yeng go shing bao bi ano peng kun no sing. Jo wai le ha yong London. Si yan o fun yang le doi linden. Yut go leng le roi gun do on chi wo si yo tek mun chi sang chi. Mo de roi yut zen jin chi lot hei. Tek do bo dai sun gin. I stand with you. 2月1号星期一的这个的鳄鱼谈，大家刚才听完这一段是吗？五下五谈又好捻捻耳是吗？但听起上来了无比受用的一段的广东话的短片，原来就是由一个在英国里面下一任的伦敦市长的候选人 Farah 所讲的一段的这个的说话，主要是希望希望可以所有的香港人如果揸住本 BNO passport 合资格的都希望可以利用这个的 BNO 5+1的这个的移民的计划过去英国定居，甚至无下去伦敦里面同大家见面，更有甚者的希望将来更加煲底见。虽然讲得唔捻好清楚，但听起上嚟我哋感到嘅异常嘅亲切，异常嘅受落啊，仲好似即刻想即而且确嗱立埋本 BNO 咧就屌你老尾，嘛执包袱啊闪人啊，即刻过去英国咁样样啊。咁啊当然啦，特区政府同埋中共啊屌你老尾嘅，梗系啊唔捻窝赖啦，系嘛？近排啊，当然就吓又要讲埋呢咁嘅嘢，唔捻承认呢一个嘅 BNO 作为香港人嘅 travel document， 亦都唔承认 BNO 啊作为我哋香港人嘅身份嘅呢一个嘅证件。咁啊，甚至无一啲嘅冚家产建制派啊，屌你老尾就屌你老揈，又话吓过去英国定居就等于去英国做呢一个嘅二等公民。赵立坚呢条狗口系嘛，扑街冚家产。以前又讲呢一个嘅中英联合声明系历史上面嘅文件。可以唔撚理會，撲你個街！人哋而家嚇 active 呢一個嘅 BNO 5+1，就即刻話屌你老母英國政府嚇，屌你咩最大惡極，破壞呢一個嘅中英聯合聲明，你想點撚樣啊？朝令夕改，你想點鳩樣啊？我哋聽邊撚個講啊？柒碌係嘛？咁啊，當然啦。過去英國定居係咪真係等於嗰邊變相做呢一個嘅英國嘅二等公民呢？咁當然啦，我幫好多嘅老友記申請過呢一個嘅 BNO 嘅 passport 嘅續期同埋保領，我個人就認為並唔撚係每一個人揸撚住呢一個嘅 BNO 嘅 passport 都適合過去英國嗰邊去生活。但係係嘛？如果你有呢一個嘅英國嘅 BNO 嘅 passport， 可以過撚到去屌你老尾英國嗰邊嘅生活咧，並不一撚定咧。你就係變為英國嘅二等嘅公民。嗱，從呢一個嘅金髮lady 所講嘅一番嘅説話，佢已經講得好撚清楚。佢哋當然英國歡迎一啲聰明、勤力、上進，屌你老尾，崇尚自由、崇尚民主、熱愛和平，同埋咧就係屌你老尾熱愛工作、善良嘅人咧，過去英國裏邊咧就係呢一個嘅開展佢哋嘅人生嘅下半場，或者開展佢哋生命嘅新嘅一個嘅章節咁樣樣，可以喺英國裏邊咧揾撚到佢嘅新天新地。咁啊，當然啦，大部分嘅香港人過去經過呢幾年係嘛，甚至無如果係回歸之後嘅23年。24年啦，咁你都了解清楚中共嘅真面目究竟系乜撚嘢嘅一回事？根本啊一個嘅港共政府，我俾撚咗咁撚多税，佢咪真系以服務香港人嚟為己任係嘛？一直以嚟落去，我哋嘅越嚟越清楚執政者所有嘅面具係嘛？對撚住我哋嘅香港人嗰個嘅所謂嘅態度情況就係點撚樣呢？你一邊就叫我哋唔鳩好走，另外一邊咧就好撚聽定啊，好撚想走，就似乜撚嘢呢？就頂你個肺啊！我用一個 analogy 俾大家睇，你屋企裏面有一個嘅大婆，日日就屌你老尾同你嘈冤巴鳩閉，日日就屌你老尾就冚家產精神虐待你，唔撚單止咁啊，佢富賣相就似屌你老尾毛澤東嗰個老婆啊，江青咁嘅撚款。大家 imagine 一個嘅777林鄭月娥就係你老婆，但係佢嘅樣貌仲衰撚過一個嘅江青嘅10倍，每一日就屌你老尾唔夠化妝，冚家產喺屋企裏面咧極盡猥瑣之能事，又要著嗰件屌你老尾姣婆子薄如蟬翅透視嘅一個嘅屌你老母嘅性感嘅褻衣。坐喺屋企又唔撚大薄咯，啊冚家產嗰、那個嘅屌你老尾北海道原配咁撚大粒嘅屌你老尾嘅雨雲，日日就逼鳩你睇。
仲要核撚突到就係日日喺度就屌阿星就喺度掹腳毛啊，屌你有咩刮架啦底毛啊，條底褲又冚家產，薄撚到就屌你有咩白背黑木耳陰唇都突出嚟，哇！你諗下嗰個猥瑣核突嗰個情況，你咪想喳喳臨即刻去屌你老母執包袱走咧？另外一邊廂又有一個嘅美女嚇，依一個嘅英國嘅 OBE 演員啊 ，Keira Knightley 啊，哇！一口嚇～聽起嚟又性感又動人嘅依一個嘅英國嘅口腔，又漂亮又大方，屌你老母又知書識禮，談吐溫文爾雅，叫你過去喎，屌你老母去佢屋企住喎，你想點撚樣呢？即刻就屌你老母揦埋個包袱，跟等住攞本 BNO 就走頭啦，係咪啊？仲撚使諗嘅？你唔撚要我，我嘅老閪都即刻喳喳臨，就快諗啲走啦。如果我唔撚走，日日對鳩住你依副我賣相，精神虐待加埋依一個嘅壓力，命都短幾年。而依一個嘅比喻可能好撚誇張，但係我覺得用嚟形容今時今日嘅香港人有兩頭嘅住家嗰種嘅心態，大家都可以明白而家點解香港人咁多都心鬱鬱，想喳喳臨就屌你老母走去依一個嘅英國嘅定居，甚至無啦屌你老母計唔計較做你一個嘅二等公民啊？點都係離開依一個嘅水深火熱嘅熱廚房為之比較好啦。咁啊，當然啦，你睇翻嚇一個嘅倫敦嘅後任嘅市長嚇一個候選人都講廣東話係冧你班。香港人希望你过去，你睇啊，喺香港里面啊咁多任嗰啲嘅撚屌中聯辦啊，屌你老尾港澳辦呢咁嘅閪官狗官，屌你老母大陸官，到目前為止有邊一個撚樣過時過節，屌你老尾每逢農曆新年用一口嘅廣東話同你拜個年呢？一個都未撚有啊！自高自大，屌你老尾唔撚融入香港嘅依一個嘅 market 或者香港依一個嘅社會，仍然講嗰啲咁嘅狗閪腔嘅，屌你老尾嘅普通話。你睇下樂慧玲一個冚家產，有冇人試過用廣東話正正經經同我哋做一個嘅 podcast 係嘛？屌你老尾講解啊某一啲嘅條例啊，氹下香港人開心啊！你班咁嘅撚屌都喺度講緊客，而家就話香港人好走，屌你老尾又話鳩人哋，屌你老母去第二個地方做依一個嘅二等公民。行撚開啦！屌你老母，你喺度繼續講客嘅咋？你搞撚清楚，屌你老尾，究竟點撚樣解？你哋口中裏面嘅英國咁撚閪遮，咁撚大撚鑊，仍然都有人想走，你就諗清楚，你哋根本留唔撚到客，乜乜碌柒？點解留唔撚到客啊？好撚簡單啦、啊！屌你老尾，你每一日屌你喺香港裏面，你有冇撚感覺到你可以生活得好唔撚安全咧？你而家？自從推出依個冚家產國安法之後，大家係咪真係好撚驚？朝頭早六點幾有人俾個 morning call 你敲話你們，跟撚住屌你老尾你出撚咗去，唔撚知你幾時翻屋企咧？快必如是，肥佬禮如是，係嘛？見撚到所有爭取民主自由嘅人都有咁撚樣嘅下場，幾撚多嘅屌你老母公務員個個屌你咪被你逼撚到屌你老尾要去宣誓，喺自己嘅 Facebook 啊社交媒體裏面啊散 post 都散唔撚切，咁撚樣心驚膽跳嘅日子裏面去生活，人生最撚緊要最撚低等嘅要求，除咗屌你老尾有兩餐好食之外，起碼瞓覺唔撚使驚人哋敲門啊柒佬。試問喺而家香港裏面有幾撚多人係真係可以完全係無憂無慮咁樣去生活呢？唔好撚講我哋屌你老母爭取民主自由嘅香港地好身土長嘅香港仔啊！就算埋班藍絲啊，屌你老揈係嘛新香港人啊！你問佢哋驚唔撚驚啊？你睇下近日啊，突然之間突襲去封區，突襲去屌你老母封大廈，捉鳩啲人，屌你老母翻唔撚到屋企，個撚到驚到儲水儲糧儲藥物係咪冚家產？避孕袋都要儲多幾個，屌你老母驚喺公司裏面突然之間同個老細俾人混撚咗，冚家產俾個老細性侵就撲街啦！屌你咪帶定避孕袋安全啲係嘛？咁撚樣嘅情況，張建宗呢咁嘅死巴曲頭仲喺度，而家屌你老母嚇鳩香港人，年29之前啊，你哋班撚樣唔撚使只有太平日子過，我哋只會更加多嘅次數。更加频繁咁样，同埋更加多嘅要突袭唔捻同嘅区域里面封区、封大厦、封城城，捉鸠你班冚家产，强制逼你班捻人验捻晒依一个嘅中国武汉肺炎。我问你啦，
你咁嘅情況、咁嘅氛圍、咁嘅氣候之下生活，你屙唔屙拉，你舒唔撚舒服，你騎唔撚騎摩黐咧？我想請問你，梗係老閪都走啦！生活喺一個唔撚安全、冇安全感嘅城市裏面，成日擔驚受怕，一係就屌你老尾嚇，嗌句口號都唔撚得。昨日喺依一個嘅麗港城，無鳩離頭七點幾，煮煮下飯又嚟封撚咗人哋嘅第五座、第七座，逼鳩啲人落去驗依一個嘅武漢肺炎。啲住户屌下你班咁啊撚樣，話你做 show 啊，屌你老尾啊，大聲嗌啊，五座加油啊！你班黑警就噏一聲，好似見撚咗喪屍咁樣，擒鳩咗人就掟撚咗去觀塘警署控以拘捕同埋檢控，講句説話都唔撚得，大聲嗌一句屌你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又。會俾你班咁嘅撚屌捉鳩咗佢，喺香港言論自由又冇撚埋，生活又唔撚安全，你想試問啦？冚家產咁啊？點解人哋唔撚走啊？你答撚咗我依一個嘅問題先啦、啊！你做好依一樣嘢，我哋搬翻嚟住啊，海外華僑啊！翻嚟屌你老母買屋又買船啊！屌你老尾喺度香港定居都仲有啦、啊！你搞撚好自己先，唔好撚屌人走，亦都唔好撚屌人屌你老尾叫人哋走。就算你屌你老母個賣相冇撚閪撚到乾清著依一個嘅屌你老尾薄如蟬翅嘅性感褻衣都好啊！你起碼都改善下自己，唔好撚趕客啦。人哋對家冚家產 Kiera Knightley 啊，仆街靚女到爆炸 ，sexy 到無倫啦、啊！你點撚樣同人比啊？仲有一樣嘢好撚簡單，個撚個要諗住要移民，蚊插蘇屌你個咩連根拔係嘛？成家冚家都走，講真都係希望為撚咗下一代啫。你班咁嘅撲街，搞撚到我哋嘅香港教育制度係點撚樣？兩年啦，我哋嘅香港個細路仔都翻唔撚到學啊！无鸠离头咁样样用 whatever reason 唔捻准我哋嘅僆仔翻学，到目前为止，你话一个俾我听，香港有几捻多个十五岁以下嘅小朋友中捻咗你老母閪嘅中国武汉肺炎，就系、是、因为中国武汉肺炎，你唔捻俾我哋嘅小朋友去翻学，系嘛？享受唔捻到呢个教育嘅权利，系嘛？翻捻到学校，屌你老母答问题啊，考试。寫得好撚好，你又 can go so 嗰個題目，學校嘅老師同佢講用下學術嘅自由，屌你老尾研究下，屌你老尾嚇，真係咪香港嘅屌你乜嘅情況啊嚇、啊？如果真係香港獨立又會點撚樣啊？依啲咁撚基本嘅學術嘅屌你老母嘅 discussion 又唔夠俾，又屌你老母啊！革職查辦好撚多嘅依啲嘅屌你老尾嘅好老師係嘛？喺學校裏邊啊，以前抗爭運動同學仔屌你老母整下人鏈，你又揾啲冚家產。黑社会啊，死男尸去打鸠人，喺屌你老母喺科技大学里面悼念一个死撚咗嘅同学啊！屌你老母，你都拉人兼封艇，吊销人哋唔撚准人哋翻学一个学期，咁撚样嘅屌你老母嘅教育，教奴才，教奴隶，连思想自由你都唔撚俾，作为一个屌你老母有前瞻性嘅老豆老母啊！老閪都屌你老母带个小朋友去走啦，点撚样解呀？我话俾你听啦，你去撚到屌你老母人哋嘅国家里面，淨係单单係教育啊，已经赢你九条街啦，冚家产，又可以玩学术研究，又可以屌你老母灵活啊自由咁样去追求唔撚同嘅学问，喺个课堂喺教室里面讨论啲乜鸠嘢都冇鸠问题，係咪？屌你老母唔撚驚秋后算账，喺个 campus 里面係咪？屌你咩表达嘅意见，冚家产就唔撚怕屌你。你老尾又会俾校长啊吊销学期，系嘛？屌你老尾，激发你无穷嘅创意，系嘛？开展你呢一个嘅创作小宇宙，开展你屌你老母嘅视野嘅空间，接触唔捻同嘅人等吓，将你嘅眼界啊，屌你老尾，撇除咗你呢啲嘅冚家产啊，屌你咩呢啲嘅民族主义啊，各方面嘅嘢，屌你咪开启你嘅人生，了解自己嘅不足，加强你自己嘅自信。我讲捻咗呢一样嘢啊，是但有一饭喺香港做捻到啦，啲人都唔够走啦，老老实实啦。點解屌你老尾嚇冚家產？啲香港嘅父母咁撚擔心咧？你揾件咁嘅冚家產保險鳩嚟做依一個嘅教育局長，玩撚死香港嘅教育！屌你老母，朝令夕改，令撚到香港嘅屌你老尾嘅教師無心去教學，為撚咗保撚住自己嘅飯碗，屌你咩埋沒良心，乜撚都唔撚夠膽講，製造緊奴才奴隸出嚟。梗係屌你老尾冇人睇你台戲啦，冚家產！跟撚住仲有好撚多嘢噶，公平啊、公義啊咁樣，大家都唔撚使講啦。有公平咩？
屌你老母，你叫人哋唔好得过去做二等公民，冚家产。我哋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经吓公开讲捻到俾一个嘅智云大师访问佢嗰阵时，屌你老尾，你林郑，你最开心喺边度？我最开心嘅咧就系喺呢一个嘅英国嗰阵时咧，就冚家一齐生活，屌你老尾无忧无虑，冚家一齐嘅影一张嘅流传广泛嘅呢一个嘅全家福，都系喺英国影啊冚家产。你哋嘅仲捻开心，你哋个个嘅指责就屌你老尾嘅移民海外。在海外读书做人家的屌你老尾的公民，我们的香港人你就叫我们不交走冚家产，谭耀宗这个冷棍政棍冚家产，人大常委屌你老母，你人大常委你就不要叫你的仔去移民这个的澳洲啦，又在买屋买田又买地，屌你老母去到澳洲又赚中国人钱，不过啲中资机构在集资上市，在这个的澳交所里面屌你老母做这个 IPO， 哇你老母是你就得，人地就不能得，这些叫公平咩？你不要玩啊冚家产，你睇下中共有几多高官，你睇下习总屌你亲戚朋友啊、兄弟姊妹啊、自己个女又揸啲乜撚嘢嘅护照啊，你哋又得，我哋就唔撚得，屌你老尾，呢啲就叫做公平啦，公义就更加唔撚使讲啦，屌你老尾，黑警冚家产冚。屌喇声拱撚低大肚婆，冚家产搞人嚟早产对唔撚住都冇声，係咪屌你老丙，係咪你搞靚妹搞啲13岁呀11岁呀啲嘢，屌喇声搞撚咗几件呀强奸呀，冚家产判你40几个月，扑你个街，呢啲叫做公平咩？吓冚家产两个学小朋友，一个陈燕林，一个屌你老尾吓周子乐同学，到目前为止佢嘅死因都係有可疑，冚家产有一个合理嘅原因解释佢哋两个点样去死咩？扑你个街，扑街啊冚家产，屌你老尾，生活喺香港冰山一角嘅就头先我所讲呢啲嘅嘢，唔能安全，冇自由，系嘛？屌你老丙，讲句嘢都唔够得，系嘛？屌你老尾吓，又屌你乜冇公平又冇公义，而家连啊拜年啊，屌你老尾破坏我哋嘅呢一个传统嘅呢一个嘅文化，点解我咁样讲啊？喺外国啊，道友多啊，喺加拿大啊，都着件寿衣出嚟同大家讲声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啊！你老母閪，你而家仲带头叫我哋攞呢个屌你老母支付宝啊，转数快去做一个电子利是，破坏我哋嘅屌你有咩传统嘅呢一个嘅华人庆祝新年嘅文化，人哋鬼头啊都保护呢啲嘅屌你有咩各个嘅唔捻同嘅呢啲嘅生活文化，你哋竟然集体破坏佢，仲唔捻俾我哋上呢一个嘅投注箱，屌你老丙，搞捻到夏威夷今年咧吓黄大仙嗰度冇捻得吓排头位扮呢一个嘅性感牛牛，屌你老尾同我哋冚家产装一住投注箱，帮香港人嘅祈福，冚家产年初二呢一个嘅车公庙吓呢一个嘅求签又唔捻公开啊，定系得你班乡议会嘅屌你咁样乡下佬你就可以去，咁咧叫公平咩？点解乡议会班捻样就可以入去求签，冚家产为香港嘅市民又唔捻可以去啊？搞捻到啲庙宇啲香火都唔捻鼎盛，系嘛？啲鬼神都唔捻保护你啦，仆街！香港搞捻到咁捻样，连鬼神都食唔捻够香火啊！冚家产，屌你老母，仲边有运行啊？仲唔捻系老閪都屌你老母，喳喳林即刻去屌你老母，快捻啲走啊！仆街，系嘛？屌你老母，讲多一样嘢啊！连买花嘅自由啊，摆鲜花嘅自由都冇啊！仆街831，你试下去太子站啊，插下花，你俾人打到你猪兜咁样啊！上大帽山，屌你老母，照田鸡嘅权利而家都冇啊，都有限聚令，屌你咩发告票啊！咁捻样嘅地方，仲点样去值得住啊？所以特区政府、中共你两班仆街，谂清楚先问点解香港人要走，走去过去屌你老尾去做呢一个嘅二等公民。我话俾大家听，绝捻对唔捻会系二等公民，系呢啲屌你老尾到而家个世界个思维仍然系喺一个冷战时期里面，觉得人哋就会歧视你嘅，屌你老尾黄口黄面，左交当道啊！All lives matter 啦，而家依一个嘅情况，人哋喺小学啊、幼稚园里面已经教人哋专捻仲唔捻同肤色嘅人啊，冇歧视依一剂去嘅咋，歧视你屌你老母，觉得人哋歧视你，真系你自己歧鸠视你自己啊！更加讲多句啊，去捻到所有依啲嘅民主国家，
冚家產，宗教自由有，生活又有安全，係嘛？屌你老母又唔撚使揸個 passport 俾人吊銷你依一個嘅冚家產嘅政治權利，冇撚得投票，冇撚得屌你老尾下可以去做參選，淨係依咁撚多樣嘢加埋啊！我俾你喺中國裏面做一等公民又如何呢？屌你老母，選票都未撚見過啊！你依一世都唔撚可以去屌你老尾進行參選啊！你如果唔係中國共產黨，咁又屌你老母做中國嘅一等公民又如何呢？搞撚清楚你副賣相先去屌人，唔好撚屌人。點解人哋收留香港人？屌你老尾，唔好屌鳩香港人點解去走？人哋有精明雪亮嘅眼睛，冷靜嘅頭腦，當然有佢自己嘅盤算。搞撚清楚你自己個賣相先，搞撚咗你自己嘅 proposition， 搞撚好你自己，你估香港人會走咩？碌柒！MHKTV 嘅观众大家好啊！2021年度嘅营运基金众筹计划咧已经开始咗啦。今年我哋希望咧可以达到400,000嘅目标，去支持我哋2021年嘅公司营运。希望各位咧可以鼎力支持 MHKTV 啊，等我哋可以继续为大家发声，同埋制作更高质素嘅节目俾大家。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哋咧，都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嘅。各位可以银行入数到汇丰银行、恒生银行同埋工商银行，可以 PayPal 去我哋嘅公司户口，亦都可以 PayMe 或者转数快嘅。如果你系加拿大嘅观众、海外嘅观众咧，都可以选用呢一个方法。如果有咩问题咧，可以打嚟39558673或者 WhatsApp 我哋98108874噶。希望各位继续支持 MHKTV 啦。